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咱第三阶段台联之声留一点时间的节目。我是节目主持人台联党党主席留一点哈。好来，阿你来继续讲这个故事，这故事要讲这要创啥哩？因为其实你把这讲清楚，台湾都未陷入这啊到底哦，发理想是咪国家是咪哦，独立的国家是爱发正名字人就好，还是爱发台湾独立慢慢睡，还是对一种哈？敢那独派都敢那胡搞乱七八糟哦。啊，连咪的李登辉就讲伊也唔是台独，啊，不是上是台独，伊咪台独的教父哦。台湾这个论述的无统一的混乱，就是源头的对历史的无了解哦。所以一点这边讲这段，就是讲你若其实若听清楚，你就知影今仔要画啥哦。就干那一行年了的哦。好来，那么我讲这个古林头大战要创啊，就讲这个战争其实就正讲叫做吼、哦、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战争啦哦。因为到这个时为止，中华民国已经无啊嘛，都南京都拢。因为南京首都伫南京，啊，南京边啊只吼海沿海以来，迄种已经变中国共产党，啊，人个国名嘛，甲你无共，啊，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嘛，甲你中，吼、哦，所以尾啊有人讲啊，即毛泽东有淡薄后悔，吼、哦，因为伊改名了，就变做两个国家去啊，都伊若讲我那叫中华民国，啊，你这是王八蛋、混蛋，被我赶出去了，安尼中华民国就吼，伊就变做。有理由继续消灭中华民国，干嘛你敢改名？改名了，你个古灵头个拍不落。哇，或者就系啊，啊说这边咪中华民国，啊所以中华民国是咪国家？徛伫实际上咱来分析，其实到时阵拢要死啦吼。但是伊只不过唔是，已经唔是原来迄个中华民国，而且中华民国亡了，这嘛蒋介石拢家己讲过，伫草山开会拢讲过吼。那么这到底是啥？古灵头炸弹这？叫做中华民国的在台湾的独立战争，吼，伊了，哎、欸，暂时种伊无过来啊，无过来了，无偌久，人韩战就爆发了，美国就开始支援台湾了，看，哦，那么有的人讲，无啦，这都没，这种人都无承认，这无承认，美国就承认啊，吼、哦，吼，韩战爆发了，无偌久，美国来，你共匪啊，你竟然敢！伫后壁停这个北韩哦，哦，中国派的志愿军遐死要几百万人啊！吼、哦，我，你既然要安尼，你要搞威胁吼，你要拍南韩，你要支持这个迄种啊叫做金日成，安尼，我就支持台湾的蒋介石，等吼，伊、哦、就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唯一的合法的政府，佮予伊入去联合国，所以。这个有一挂，这个通牌你骂这独派性，啊！讲啊，有中华民国不是国威什么？啊、是啦，就迄种啊，就国际战争要利用台湾来，吼、哦，伊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无可能是，无可能不听伊，甲美国兵起兵坐啊，就要变啊！吼、哦，我你归去，我就政治上我就承认台湾是一个，吼、哦，是一个合代表中国为合法的政府，啊，作弊啊，唔知有反攻大陆，伊既然。合法的政府入台北啊，当然，蒋介石发反攻大陆，就会使发啊。但是，只是美国啊，讲你无发猛发，你问怎啊做？做世界大战。哦，所以说台湾那边，哦，中华民国，我们这个假象哈，维持它那边三十当届，一九这个韩战1951年哦，还是52年，一直到1972年哦，维持在20当啊，吼。啊，就真正咱台湾就代表伫联合国真正有实处啊，吼、哦，啊代表中国啊，吼、哦，好安尼吼，迄种即摆国内你讲的人拢是以这做基础啦吼、哦，所以其实啊，这个部分也莫差，咱即摆该过程该研究清楚，你就知道，啊，迄种有啦，中华民国在台湾独立吧，吼、哦，啊领土就是台澎金嘛，对1944年，好吧，1955年以后就是变做，吼、哦，变做咱即摆看到的领土差不多都无改变啦，吼、哦。好，即独立了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已经是一个国家嘛，所以你即马来讲，无啦，这不是国家，先否认中华民国，啊，就表示你领土迄无啊，你没有拥有这个领土，所以没有这个领土，你就只有发展出两种理论，一种就台湾都继续，要不是美国托管的啊，吼、哦，这其实是现实吼、哦，美国嘛当作安尼，美国讲你台湾。执政当局伊嘛无当作你政府哦，台湾即摆实际上有人去执政，但是这伊无承认，这执政当局类似咧托管后的半承认你半独立状态啦，但是伊嘛无讲你是国家，但是佫另外这美国
你我美国人也是讲台湾，我中国嘛，像无啦，是上台湾就是一个中国一省啊，吼、嗯。啊，所以中国你甲你话一中，那你闽南嘛是爱讲，爱讲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啊，惊讲啊，诶、欸，个表呢，吼、嗯，真笑诶，吼、嗯。啊，事实台湾吼、哦，任何国家诶成员本来就拢有这个国际交流诶，尤其小国拢一定安尼啦，尤其伫个两大国中间诶小国，有诶拢嘛靠靠这个夹缝中生存啊，安尼安尼活落来啊，吼、嗯。好，伫这个过程内底，台湾。哦，变做一个国家，但是是独裁国家，人民无主权的独裁国家。这我安尼讲，应该99%接近啊啦。哦，你其他人讲的态度里头，其实无啥对啦。有诶，你都挑工这段无看到。哦，美国承认中华民国这段20年，你无看到。啊，有诶是讲，无啊，在中国一省。哦，啊，美国实际上。控制台湾，你对付中国，这段假无看，你若拢假无看一段，你讲出来其实是未当解决台湾的问题。咱所以台联党讲的就是针对事实，咱已经是一个国啊，这个国家吼、哦，伫1950年武力维持独立了后，其实到这个1958年又阁发生一届，就是中国吼、哦、决定要弄这个要威胁台湾吼。哦这个823炮阵过来啊，砰砰砰，要弄啊！你像中国已经是个头较大吼，要弄，但是哇，美国同款啊，第七舰队下攻台湾吼，啊，而且个这个原子炮啊，吼，即个美国有参与个823炮阵，即咱台湾嘛，做着台湾兵啊，你像台湾已经开始实施征兵制度啊，吼，一寡台湾囡仔嘛去正规，啊，所以即马佫有啥物823炮战的联谊会吼，你一定要去参加。美军来啊，哦，第七舰队来惊死中国弄了个，拍。八里山怕不落来了，伊开始讲，开始自我安慰，伊讲好啦好啦，既然要安尼，吼、哦，啊无单打算不打，我、哦、说这单日，吼、哦，比如今仔切三切五，啊砰砰砰砰啦一直弄，啊切二切四切六，嗯哎无停止，吼、哦，然后停止，我、哦、这维持足侪年，啊这是创啊这是讲。我要让你吓惊，讲我恁爸还阁是你家己推哦。但是吼、哦，啊，你们这就真正拍袂落来，吼、哦，拍袂落来变啊！我就让你一个空间啦，吼、哦，让你会当从啊去买菜啦，去做田啦，我会当做啦，吼、哦，迄就是迄种来源，吼、哦。来到1996年，哦，这真正无同款啦，变质啦，吼、哦。这第二届大变，第一届大变就是讲，哎、欸，你拍不落来嘛，你用武力要吃金门。哦，苏联要吃台湾，你吃不成，吃不成了，苏联甲1990年，嘿，李登辉吼，经过伊迄李登辉甲怎啊修改宪法，修改四摆，哦，诶，总统民选啊，政权高兴百姓，嗯，哎，这已经所以李秀莲你讲了，这是96共识就讲，啊，都已经民选了，这嘛不是蒋介石的天啊，这变台湾人的天，但是这部这个名，啊，赶快叫做中华民国，你靠腰，哦。听个足解救吼，这个时阵其实吼，甲1996年了，台湾其实敢那剩一个物件了，就正名制宪啦。哦，伊你宪法用啊，阁是中华民国，什么征收条文？哦啊，名阁叫做中华民国，哎，我这真笑啊！这中华民国，咱全世界听，安那看中华民国应该嘛是中北京啦，这变来台北哦。所以台联党伫2001年新约是提出来。统盖重要的主张就是证明自信新国家，以这个论述是台联发明的，从早包括陈良基教授一挂我好朋友，你主持电台早就讲讲，你靠你点，发台湾独立都无啥道理，一早就独立嘛，只是这个名咱无爱，吼、哦，所以你只要若正名啊，正名敢那改名，佫无改制宪啊，啊适合咱这个国，要佫用中华民国去破宪法，安尼就成功啊，啊你听无？就是台联的主正名制宪新国家的历史背景介绍完毕，咱现在第四段来讲哈。讲台湾，台联即卖主张是啥物？吼、哦，我大家了解，休困就继续等啦。